我觉得我这样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这样。啊，OK，昨天浇水，割草我说浇真的很水，给你面子啊，啊，然后今天还收房不间是今天，很久以前。，OK，但是能用到多久？因为我电不让你上网才可以，才最后才不做是到因那为你点，不让我上网，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啊，自己认识的。而且你不让我上网，有的时候只会加重我不想做事的原因。你让马跑，不让马吃草，这是严重违反了自然但规是律。我给马太多的草吃了。8年前，郑杰为了追求学业，离开了他的前夫和女儿，到了南非。8年的漂泊后，郑杰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在美国纽约的长岛。郑杰就读于纽约州立大学纳苏分校，学习注册护士专业。如今已经38岁的他，成为了我们所关注的一个特殊的学生。That will be aired in China, and the program is based on. 在今天的语言课上，郑杰要讲解自己的论文。There is a student, him called Chu Su Hui. He killed 32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and including himself. My point is, the gun problem in America already become a serious problem and should cause our government and politicians to review the gun laws and to tighten the gun control in the country. One of my questions is, in Asia and China, is it easier to get guns, and what if No, the age is not? no. You cannot get any way to buy guns. 晚上，郑杰是学生，白天他还有一份医疗技术员的工作。如果能顺利毕业，就能获得国家注册护士执照，从而才能成为一名护士。有2、3次，我开车，我早上上班的时候，违章。有一次是开车太快，有一次是，在该停暂停的地方我没暂停，结果警察把我拦住了，他从后面拦住了。然后他说，what do you work？我跟他说我在 hospital work。他说 OK，because you're nurse，I don't find this time，but no more next time。真的？所以你看，他们警察都很尊重护士，他认为护士，哦，你是不是因为有紧急情况医院里面，所以你才这么违章。所以我每次上班之前我就要放好。郑杰出国之后，曾经做过酒店的服务员，也做过销售员。目前的工作是他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份工作。作为一个新移民，刚刚进入这个西方国家的话，你这个从事的工作选择范围有限，很有限。要想一切就说从头开始，而且一下子进入他这个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的话，你只能说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OK，we're gonna check our pulse. How we doing?It's a very good age for a man. Jerome. You want to ask if he's out there? He's very late. I'll go check. Good. Okay, we're back ready. In the movies. Yeah, so just sit down. Okay. Now, we're going to stay completely still and quiet. You're welcome.我觉得人的一生不能说活得很太平淡，我就记得非常的清楚，当时我报社里面有一位老记者，有一天他跟我说，郑杰，你看我现在已经快退休了，我从20出头的时候就开始在报社里面做，到现在我已经快退休的时候，仍然是好像在原地踏步一样的，没有任何改变。你说这，我觉得很，现在想起来很没有意思。你回过头去看你一生的时候，感觉到没有起伏，人生没有起伏，就是一望，就说一眼望去没有任何令你可以回味的地方。我在30岁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我60岁、70岁、80岁的时候，那个感觉我觉得很可怕。所以我想，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有一些新的经历，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种丰富。
在生活和事业上追求不断进步的郑杰，在自己的学业上也同样一丝不苟。临近期末，他每天晚上都要读书到深夜，准备几个星期以后的考试。要想顺利地成为一名护士，他必须要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而家里的另外一个学生，他15岁的女儿，在功课上却并不像他这样用心，经常整夜上网。我估计他觉得我上网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在玩而已，上网是为了学习，是真的。但是那为什么艺术老师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你，因为我跟他不在一个层面，两个 project 他就没有交呢，为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因为上网时心思和时间都花在上网上面忘了做呢？我不想跟你吵这个 OK， 不是忘了做，不是忘了做，再重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我对于细部的要求比较多，然后那样我会花的时间比较多，然后不像他们每一次一堂课做一个。我看没见你在家里花时间做耶。因为家里根本没有工具。那你自己应该提前，是你自己学习上的事情，我不会清楚，就你自己最清楚。那我现在也不能够打工，你看我有时间的时候，你要我怎样去自己拿钱买东西？而且就算我自己有了钱，你要我怎样自己去商店？我没说自己要你去拿钱去买，我是说你看我有时间的时候，你就提醒我。我看你有时间，你没有一次有时间这样，你没有一次有时间的。每次我问你，每次我有时间的时候，你就没时间。我觉得中国古话没有说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庄稼会长得什么样子跟你付出多少很有关系。自从他出生以后，我付出没有付出我全部心力感情和精力来培养跟他之间的关系。郑杰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因为在女儿7岁那年，她与丈夫离了婚，申请了当时比较容易拿到的南非的学生签证。刚好是98年的时候，南非和中国建交，我妹夫他们有公司在南非，我想南非是英语国家，然后我一定会到英语国家去，甚至然后我申请了到南非的签证，去学英文，学生签证。就这样，郑杰一个人踏上了去南非的飞机。坐到飞机上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伤心，不知道前途茫茫，不知道以后发生什么，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回去的话我也已经没有家了。然后前面的路在南非我同样一个人不认识，就是只一纸签证，然后一个学校的一封信，学校的地址。我还记得他走的时候我在机场送他，然后当时我爸也陪着我，然后那时候就是我看他走远的时候我就很想哭嘛。为了看外面的世界，郑杰毅然放弃了当时的一切。那完全就是一种，是一种对心理上的，是一种完全就是冲击，可以说是冲击对我的心理，完全是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社会，跟中国来长的。南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在国外这许多年，郑杰一直想把女儿接来和自己一起生活，希望弥补女儿所缺失的那份母爱，直到2年前他才把女儿接了过来。虽然和女儿生活在了一起，他却依然很少有时间陪女儿。除了要工作学习以外，曾经2次婚姻失败的他还在一直寻找情感生活的另一半。 Please have a seat. Thank you. So how are you doing?Well, I haven't been doing very well. No? No. Oh, what's happening? I got about 4 of the questions wrong. Oh, what's that about? Well, I just didn't know the answers. I wish you had told me about them ahead of time. Okay, what's that? What's that question? The question about who my favorite football team was?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supposed to tell me those things.杰瑞是他通过互联网认识的新男友，一个比他大19岁的医学教授。Some cookie? Well, she was physically attractive, pretty, slender,
But more importantly, she was vivacious. She has a real kind of joy of life about her. She enjoys what she enjoys life and living and. Right. Okay. Well, good thing.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一直不停的。走，别人在说我在奋斗追求，但是我自己来说，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觉得我是不停地在寻找那么一个人，能够让我有一天停下脚步来，去有一个安定的家。杰瑞住在离长岛200多公里的奥尔巴尼，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能和郑杰见面。这也让郑杰更加珍惜和男友这仅有的一天的相处时间。所以每到周末，郑杰都陪在男友身边，而女儿经常是自己一个人过周末。虽然郑杰与男友相处得一直很愉快，也想这段感情能有个很好的结果，但她还是很担心男友和自己的女儿是否能很好的相处。因为她自己没有做过父亲，所以说她对做一个父亲的这个角色理解度，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很有限。这个男友之前，郑杰在南非的时候结识了她的第二任丈夫。我和我男朋友当时呢，因为他是英国公民，所以呢，他当时我们认识之前，他已经打算呢去英国找工作，因为他是电脑工程师，所以呢，在英国他也可能有更大发挥的余地。所以，当时我们认识以后，他就问我。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 去英国。虽然郑杰那时已经适应了在南非的生活方式，但男友的话让他又开始了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大概3个月以后，我们就拿了结婚手续，然后呢，我们就去申请签证。郑杰随着他的第二任丈夫到了英国以后，找到了一份医疗助理的工作，也把女儿从中国接了过来。然而生活虽然舒适，但对于向往开阔眼界的郑杰来说，却依然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在英国来说，人们就是更注重生活的质量，更注重你的这个生活的享受比较多一点。所以你想有更多的发展的话，还是我最后觉得还是美国有更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可能和潜力。生活小事的繁琐，以及越来越深的了解。她发现和丈夫在如何看待家庭的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呢，他不是一个好丈夫，但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争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把朋友放在你的家庭关系之上，他认为如果说你夫妻关系这个解体，但是你同样还有朋友，你可以
你可以去到朋友那里去，可以跟你的朋友去诉苦，或者是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支持。所以无论什么时候，他朋友给他电话说，would you want to come out have a drink? 不管我感觉怎么样，不管我说是，甚至有一次我说我不舒服，你能不能不去，他不管，同样去跟朋友去会面去喝酒。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就是跟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家庭这个关系来说的话，不是我们所愿，所以我就觉得很难的去适应。情感上的裂缝越来越大，这让郑杰有些失落。他那种不断奋斗向上的个性，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这段婚姻。性格决定命运，思路决定出路。很多时候你性格是向你不断的提高，向你不断的你的生活一步一步的总是有不断有新的东西在你生活当中，不断你能够一步一步的能够往上提高。这样子的话不会安于，我想我不会安于一个自己不是太满意的婚姻，所以我宁愿自己独自的一个人的走，虽然他走得很辛苦，但是我总觉得有希望。如果说把自己陷于那种不幸福的关系当中，连希望都没有。正当郑杰处在生活的矛盾中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一次我在伦敦地铁里面坐地铁的时候，然后拿了那个地铁免费报纸叫做 Metro， 在看报纸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小很小，你 hard notice， 就是你也是恨不得你不付出，你很容易就会忽略过去的一个很小的广告，就是、说帮助申请美国的绿卡，然后你如果可以到美国去工作和生活。然后我一看看了以后，我想不管是真是假，打电话去问一问，然后我就去了，把表填了。然后交了这个70英镑，就等着，然后也没有做很大的指望，真的是没有指望，好像是奇迹发生一样的。结果那年是5月份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我回家的时候，一个大信封在门口的地上，我打开一看 ，Congratulations， you won American Green Card Lottery。虽然拿到了绿卡，但是郑杰面临更大的抉择。因为她的丈夫不想去美国，自己的家人也劝她不要冒这个风险。拿到移民签证以后，究竟最后来不来，是不是放弃在英国的所有的东西，工作已经习惯了的生活，然后重新到美国来适应。所以来了两次以后，我还是觉得美国比英国可能是更有这个更多的 opportunity， 更多的发展的机会。就这样，郑杰在英国生活了4年之后，只身带着女儿前往美国。到了美国之后，她重新攻读护士学位。1年后，她和英国的丈夫离了婚。刚想买什么？啊，气球，我女儿生日，给她一个惊喜。为了缓和和女儿之间的关系，郑杰精心地为女儿准备了一个生日 party。可以哈、啊，还比较有气氛，可以。怎么样？还好。好吓人。好吓人。OK。OK， 但我妈还。今天早上离开家还是一团糟，然后今天回来就成这个样子。所有人妈的功劳啊！啊，妈的一上午的劳动啊。辛苦了。要不要书包放在柜子里面呢？啊。我的书包就放鞋柜里、啊。哎呀，放在柜子先暂时嘛。今天人个 party 不要把这些烂东西这个东西来不要紧。就来。加上我就3个人。等会儿艾丽来的。然后就他们才两个人。Jennifer 来的。然后我猜是。我们这么多人哎。五点之前我有个 surprise for Joe。真的，你不要告诉我，你不要告诉我，你给我了我的 PS2 或者之类的。No, this is surprise. You will, I'll always remember, huh? 你要干嘛？She's not giving me a boyfriend. Oh boy.
No, no, no. I don't give her boyfriend. She has to find a boyfriend by herself. And I just give a proof. I'll help you with it. Come on, Joe. Joe, Nan. Come on. Banana. Banana? Fine. There you go. Come on in, Jaminy. Hi. Is Joe here? Hi. Are you Joe? Yeah. Wow. How are you? Happy birthday. You. Nice to see you. Here you go. These are for you. Look Thank at you. That. Would you like to sit down for a second? I'm going to sing a little song oh, for sure. you. Over here, cut in like this, with a song in my heart. Look at that, check the back. Now let me, we got a little information about you, and we wrote it into a little song. You ready? Okay. Let's celebrate, go get the cake, light 15, are there 15 there? Yeah. 15 candles, strike up the band, yell, happy birthday, everybod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Let's give a cheer. Yeah. Because 15 years have come and gone by, and you look great. Don't cry. Happy birthday. 忙完女儿的生日，郑杰又得回到紧张的考试准备当中，因为这回的考试将直接影响到他考取护士执照。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不吃苦中苦，哪有福中福。而且还有一句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想你只要不停地追求，然后教育投入你的时间和这个资金进入教育里面去的话，永远不会有错。今天郑杰考试的科目是实验考试，由于前两次实验考试的成绩不是很理想，如果这次郑杰拿不到 A 的话，很有可能会失去参加护士执照考试的资格。考试一结束，郑杰就急忙回到教室翻书查找试题的答案。嗯，搞错了这个。Gastric nemus， 没答案的这个后腿部。就是忘记了怎么拼这个词，我就知道是这个意思，就忘记了怎么拼。Gastric nemus， 啊，就是一下子就想不起来。还有一个后面的，郑杰这次考的不是很满意，因为目前已经知道错了四道题，如果还有不知道的错误，这门科目就拿不到 A 了，这让郑杰感到有些焦虑。因为今天考试是我请假没有去上班，如果说我不是因为请假的话，那我会上班到四点钟，然后再赶车赶到学校里面来，当中就根本没有时间吃饭或者找任何因为在学校里面也没有卖吃的东西也很远，在不同的 building 里面，就是有的话也没有时间去找吃的东西，所以四点钟下班到在学校里面，五点钟开始上课，上到九点半钟，那时候人就是又想到九点钟回家的时候还得自己没有任何人来等着你，没有任何人来安慰你，没有任何人来呵护你，那时候那个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凄凉的感觉，是的吧。有一次我下午课以后，我跟我女儿打电话说，你能不能跟妈妈，现在是又累又饿，你能不能跟妈做点吃的东西。但我回家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那种的感觉就是一种非常非常的那种伤心凄凉的感觉，知道吧，就觉得自己不是这么紧张这么累，好像自己在那种拼尽自己所有的精力跟命运抗争，不知道值不值得，不知道为了什么不能得到任何人的感激。不好割，因为靠近水边了呀，它怎么割法呀？
很好，很漂亮。啊 ，Joe， 妈告诉你一个奇特的现象哈。妈在南非开普敦的时候哈，你知道开普角就是好望角那个地方吧？它真的就是那个角啊，真的就是一个很尖的角，伸进海里面去，一边是太平洋，一边是大西洋。太平洋的水是温暖的，知道吧？大西洋的水是凉的，是冰凉的。我站在那个脚上面哈，左腿呢我站在太平洋这边，右腿在大西洋这边，然后左腿就是温暖的，右腿就是冰凉的感觉。我妈很好强，然后她闲不下来，她想成为人上人，她是不会屈居于就是屈居于现状而满足的。为什么现在已经三十大几快四十岁的人了，为什么要重新去学这么辛苦呢？又要上班，又要带个孩子，还要去上学，为什么要把自己做得搞得这么辛苦呢？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我想任何一种经历对人生来说都是一种财富。妻子为了戏剧梦想来到美国，这种学术研究确实也不是我真心喜欢的，但是又不得不这么做。丈夫陪读三年却无法工作，有时候他也逼我去读书，白手不好定论，让我来闯天来养你。在曲折的旅途中，各方面压力，就是说我是完全靠我自己，在美国是没有别人求助的嘛。梦想和现实不期而遇，敬请收看《大洋彼岸之相伴》。我站在大洋的彼岸，像舟在心底阵阵呐喊，孤独在灵魂中空徘徊，只有网络与书本作伴。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他这个人是很有争议性的，其实从选这个人开始，郑杰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留学生，而且在从一开始我们在对这个人物进行讨论的这个过程中，他就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一个人物。那最后决定让我们来拍摄他，是当我们飞到了纽约见到了他，跟他交谈以后，我们觉得他很自信，很开朗，很有活力，他很愿意能够坦诚地来跟我们表达他的看法，他在他追求他的生活和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他非常的努力。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可以感受到他在这个过程中所付出的，但我们也同时可以看到他在追求他理想的生活的方式的过程中，他所付出的代价。而这些代价恰恰是很多到美国去的中国留学生在追求他们梦想的过程中同样要付出的一些代价。所以我们觉得把这个人物带给中国的观众，尽管他可能会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人物，是值得的。坐到飞机上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伤心，不知道前途茫茫，不知道以后发生什么，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回去的话我也已经没有家了。然后前面的路在南非我同样一个人不认识，就是自己一纸签证，然后一个学校的一封信，学校的地址。我们决定要选这个人开始，我们的那个创作小组就对他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很多不同的看法。对于他追求自己的梦想过程中，他自己所采取的方式，有的人认可，可以理解，有的人是不能够认可的。所以如果要来拍这个人物，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拍，这个实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我们还要必须要能够做得客观来谈他的故事。那作为我们其实所有在海外拍摄这个故事的人，都是第一次在海外拍摄这些故事，然后带回来给中国的观众来看，所以从什么角度来看他，哪些话题我们可以来涉及，哪些话题我们可能不能够涉及，
种种这些方面的客观的一些因素。因此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要平衡这些不同的声音，对我们来说是一大挑战。Performing on stage. So, is it Corinna Mashaba?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今年35岁的车晓来自中国黑龙江。4年前，他考入了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攻读戏剧评论专业的博士学位。他希望在1年后能够顺利毕业。老朱是车晓的丈夫，比车晓大21岁，他是作为陪读身份来到美国的。3年来，他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车晓的生活。哎，回去讲价的。现在的肉会淤起来。什么时候回去？车晓就读的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是美国一所知名的大学。当初车晓来到这里的戏剧系学习的时候，他梦想着毕业后能够从事戏剧创作，这是他从小就树立的梦想。8岁的时候，那个长春电影制片厂就拍一个电影叫《雪沃中华》，那么我父亲就领着我们几个孩子去了嘛，然后当时就把我选去。当时我跟着剧组坐在很大轮船上，在松花江拍摄了4天。从那时候我就想，我要像艺术家一样生活，我要把我的一生就是用在这个追求艺术上，艺术创造上。4年过去了，车晓发现自己的梦想依然很遥远。评论啊，就是说戏剧文学、戏剧史啊，这些从学术上来培训、培养老师和学者、评论家这些的方向。这样的话，就是完全是走的是两个不同的路。车晓的丈夫老朱在国内的时候是个作家，曾经出过书。由于老朱获得的是陪读签证，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无法获得工作许可证，为了贴补两个人的生活，他在住所旁边的小山坡上开了一块菜地。种菜之余的老朱也会继续自己的创作。一头跳到现实，一头跳到梦幻。车晓除了完成自己的学业任务，还必须抽出时间做助教，从而获得部分的奖学金。而车晓的奖学金是她和丈夫在美国最主要的生活来源。一个月的奖学金是多少呢？一个月奖学金去了税就1500块钱。我还有3个月没有工资，因为我的工资只是九个月的，3个月暑假是没有工资的。车晓和老朱租住的是学校附近的一间公寓，月租金700美元。
圣塔芭芭拉是一个高消费的城市，这里的家庭每个月的平均支出在$4000左右。车小的奖学金在支付了公寓租金后，仅够维持他和老朱两个人的基本开销。就是说，我是完全靠我自己，在美国是没有别人求助的嘛。像我这样的情况，压力是很大的。政策小计，黑毒是无奈。尤其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既无条件入校读书，又不能合法寻求工作职位的大男爷们儿，但是日子又需要一天天艰苦熬过，除了洗衣做饭忙家务。哎，我走了。七点你就走？我才6点，不7点开业吗？我8点开业，但是我要做阿婶，不跟你讲过吗？嗯，来喝点水。哎，臭烘烘的。什么臭烘？香水儿。你在美国哪有不抹香水的？今天怎么？啊？今天怎么还？那老师让那个做阿婶一定要穿得好一点。你今天化妆了吗？看。老师要求化妆，这是正式场合，这是对，这是对观众的尊重。搞什么你？老老今天改一改，哎呀呀呀，算了算了，哎呀。好了好了，到时候我就给你打电话哈。哦，好好好。嗯。慢着走哈。嗯。这一天，车晓所在的学校举办新剧节。虽然毕业论文的压力很大，车晓还是决定参加。车晓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新剧节的，他的主要任务是售票和领位，这样他就能够免费看戏。对车晓来讲，只有和舞台的接触才能够让他感到快乐。除了在美国照顾车晓和种菜之外，老朱也有自己的追求。他希望把自己在美国的经历和感受写成书籍出版。你现在你看这东西吗？这是一部是感受美国，一部是毛泽东传，一部是我的散文集《随风而逝》。我就干这个事，还有这个《美国留学访谈录》。我同时我是四面出击。假如我弄到任何一点，一个点突破，可我讲，我想出两本书还是没什么问题。他觉得美国人愿意写传记，美国人愿意总结自己的人生，那么他来在这方面会可以做很多事情。但事实上，到他现在还没有迈出实质性的路子，所以他现在也在写，但是呢，也都是说白写，是吧？我觉得就是说他现在能做到，只能做到这些嘛，那么。他就做的这些好了，也不说指望这书赚什么钱，也不可能赚什么钱的，只不过就是给他在这个创作上一个成绩而已。1万1300，11395，你觉得贵不贵？那肯定贵。那你请再看看这个。14000，14790，比那个还贵。车晓自费报名参加了一个即将在加州洛杉矶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希望借此能够提高自己在戏剧评论界的知名度。由于加州居民主要依赖私有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很不发达，一直苦于出行不便的车晓和老朱，考虑到这次洛杉矶之行路途遥远，也想借此机会去买一辆二手车。现在怎么样？看看情况。现在目前看这个事儿啊，我们买不了，太贵了。你们的预算是多少呢？在那个3500-4000以内，可能我们这个地方暂时能承受，这次能承受。3000。嗯嗯。这个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嗯，可以考虑。把人家开一开，试一试。开试一试，然后呢？啊，他那就那个意思，他应该就开始试试吧。啊，哎呀，我现在这个水平，这个开车，你有点忘了。那我那关系生在那待着，我得想不太明白。我就等一等他那个车，别的我也没等。
5 speed 啊，这个修正档没有什么，你挂档的。那它 auto 是什么吗 ？auto 是自动的，自动 auto 自动的。This is auto or not auto. Five speed. Oh, five speed. I know five speed. 手动挡，手动挡，手动挡。现在这不行。走吧。别的地方去吗？没有了，最便宜的这，最便宜。最便宜的地方你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我觉得我肯定是不满意的啦，因为，肯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我当然也像，别的女人一样，希望自己老公能够让自己骄傲啊，可能这方面就稍微差一些。就是在大陆的时候，他支持我从事我的学业，包括考研呐、包括看书啊，他都支持我。车晓和老朱每天都会一起去跑步，这是他们保持了很多年的一个共同习惯。当初，他们也是因为跑步才认识的。最早宁缺见他第一面的时候，就是。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外语的时候，应该是94年年底吧。印象特别深嘛，就是北京那是第一次下雪，天特别冷，而且雪挺厚的。下完之后我去跑步，月亮挺亮的，我在跑步过程中看着只有一个小女孩在这块跑。当时的车晓心中一直没有放弃童年那个从事戏剧创作的梦想，但却从未得到过家人的支持。当时又是文艺单位很不景气的时候，所以说在这种瘫痪状况下，他们不觉得从事这个专业有什么前途。我跟你家里也打电话也商量啊，我一提到我还想搞文艺，好像这个心还不死，那么他们就更就是我父亲就更不理解了，怎么到现在你还没忘了你这个文艺梦，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个行业我禁止你搞。这时，车晓得到了老朱的支持。如果一直劝他，你始终守护着自己的心灵之梦，在艺术上去追求梦想，把一生了，我觉得走得辉煌壮丽，至少我们走得不留遗憾。就是说，他能够理解我说的什么，那么他能向我表达这种意思，我在只有和他可以讲我的追求爱好的。情况下我也就接受了，因为我没有别人可以接受，就是没有别人讲我心里想的什么。就这样，车晓和老朱相恋了。车晓在毕业后毅然辞去了上海一家外企的待遇优厚的工作，在老朱的支持下开始了追求那个压抑在心底多年的艺术梦想，从事戏剧创作。现在有很多学者嘛，既是教授很高学位者，教授博士，同时又是大艺术家，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干？有这个条件，读书去。在老朱的鼓励下，车晓考取了北京大学东西方比较文学专业。硕士毕业后，车晓直接申请了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攻读戏剧评论的博士学位。我其实我不觉得我这条路，我现在走的这条路是最好的路。那这个学位其实他立足我一定要再继续读下去。他说你不工作，但是你要在社会上找一个立足点。你怎么找立足点呢？那么就是考学位，你考个学位下来，那个是最可行的路吧。那个时候为什么非要追求这个学位呢？感觉怎么说呢？你觉得吧，没有个学位，我哪会把博士看得很神圣？你说就这个博士吧，这个东西要是在社会上待是非有不可。这次车晓去洛杉矶参加的学术会议，将有来自全美戏剧评论界的专业人士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博得声誉，将会有助于车晓在毕业后找到教师的工作。虽然和自己理想的职业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因为老朱没有工作，
教书这个稳定的职业是个比较实际的选择，就是先一步一步走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说我能不能找到一个位置来养家糊口，这是我最大的压力。嗯，而且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小车他现在一下子导演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找到一份教职，我没说那可以唱空饮料费吗，可以干他的导演，干他的编剧，谁你不要他的演，那就没关系。那你在他老师都这么干的，那你看他自己造化吧。哎，这个站台，哎，你在坐哪一个？看了衣服就问他，谁到那个什么？晚上经过几次？由于到预定的宾馆需要换乘好几次公共汽车，而车小和老朱对洛杉矶都不熟悉，他们很快迷路了。Excuse me, do you know there's a street called Broadway? Yeah.Get off at Century. Yeah, I guess it's 7:40. 7:40 here? Okay, we should get off. Yeah. Excuse me, can we get off? Okay, thank you. 42 LAX, City Bus Center. 刚才他说我们应该在这下，然后应该换一趟。刚才他说了一个，我没记住，我刚才说了一个。可能就是 40 吧，要不然是不是 40？ 刚才他说让我马上在这下。他说是那个车不上。他好像说 170 什么。你说你干什么？你不没明白你？哎，你看那边是个站台是什么？上面写什么？那是不是站台？反正是看地图。哎，再问问这个新的司机吧。Excuse me, we would like to go to Hollywood Park. Should we get on here? Hollywood Park. Okay. Yeah. Okay, thank you so much.几经波折之后，车小和老朱终于到达了预定的旅馆。车小和老朱预定的酒店距离会场很远，但是价格只有会场附近酒店的四分之一。也可能时间更长一点，但也不一定。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找一个地方，我都把地图给他了，告诉你走哪条，走哪条街，走哪条街，然后他照着地图走，还走迷路了。为什么不买一个自己的车呢？哦，也考虑买车，也不是没考虑。但前段时间经济上，也不是不太宽裕。一买车就要保险呀、汽油啊，就要很大费用要加上去。所以如果不是很急需的话，就想把这笔钱省下来。那老朱找到工作以后会不会帮你轻松一点呢？你觉得轻松肯定的啦，因为我一个人在这边找到立足之地也很不容易，到现在我也面临毕业了，所以也对我就说到前途怎么样啊，也还没有把握，所以我希望他能找个立足之点。他来之前也是口口声声的就是许愿，来了之后能帮助我在美国立足啊，能找立足点。他在 LA 也有朋友啊，开公司啊什么的，所以他也雄心壮志的觉得在美国来会有大有作为，也有很多机会。所以我觉得既然他这么有信心哈，就应该给他这个机会。可是他来了之后也不想出去找工，也不想出去尝试，就是说
尝试，当然你尝初试初一开始尝试肯定会遇到挫折，但是你要坚持下去也肯定会找到出路的。他念上是打黑工啊，首先告诉你，那是非法工作的。那个冒险我是不冒。我觉得许多人工作的目的也不只是赚钱，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工作多认识人，多找机会呀，然后多了解美国社会，多那个就是融入美国社会，就算是写书有时也是多积累素材。否则的话，如果你在美国待三年，在家看了三年书，是你是争取了三年时间，但是这在中国看书跟在美国看书是没有区别的。走出家庭，走到社会上去锻炼自己，他自己的思维进行改变呀，这样的话他知道怎样在美国融入美国社会。你说还是中国人那种方式，而且是他那一代人的方式。在美国你就是以后有了合法身份，年龄也大了，又没有工作经验，你出去就能找到工作吗？就能找到好工作吗？我不这么认为。你说那怎么办呢？要是老师真的就是不想找这些工作的话，那你说那怎么那我现在没有办法，我只能管我自己了。那我管我自己就是我好好把我的学业念下来，把论文写好，然后尽我最大可能找到工作了，这就是我所能做的了。那他我这么劝他，他都不出去，我没有办法。我是希望我们两个人都能在美国，独立吧，就是能够就是说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这个能力来在美国社会立足，这对他也是个人也是非常好处，对我们家庭也是有好处的。但是他确实是目前没有那个条件来做到。快点儿，第二天，车晓和老朱到达会场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了。车晓只能被安排在靠后发言。小车，小车，小 is my first name. Yeah. 车 is my last name. Yeah. You're at UCL. You're at Santa Barbara. Yeah, UCSB. Now I'm the PhD candidate. Hi. Hi. Yeah. Yeah. Congratulations. Yeah. Congratulations. 原来就是你。OK. 你知道我是俊彦吗？就是我们公在阿达会见面。哎，你收到那封信了吗？后来没有。你有收到吗？哎呀，我现在有点忘了，因为我后来看了他那个规定，就说，你可以那个两个 paper， 你的那个 paper 我觉得挺好，但是我不是很听得懂，就是那个不是很熟的。对对对，不是说是说那个内容。没关系，那个 paper，老实说，那个不是我真正在做的东西。哦。对，我真正在做的东西是我在阿萨要 present 的东西。哦，是是是，那个是我比较后来。So, but we do have one paper. Jiaxiao, she'll be meeting today. Jiaxiao is a fourth year PhD candidat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Santa Barbara. She received her Master's of Art from Peking University. Good luck. Thank you very much. The title of my paper is Out of Wasteland, Remembering Cultural Revolution. 我就说人生我在一步步提高哈。那这一步步提高当然有我自己的这个努力啊，我的天赋啊，我的这个坚持，但是呢我觉得老朱的这个支持也是就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这个心里感念就是他帮我在这个迷惘当中能够慢慢的找到航向吧。 Thank you。 我是很珍惜就是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放在你身上，那么十年到现在哈，那么而且继续不改初衷，不管发生什么事风风雨雨，但是相依为命，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这一个人的心是很难找到的。我很珍惜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一直还坚持。我觉得
我觉得我最珍惜这一点，所以我不愿意轻易伤害，我不愿意就是把它丢弃。研讨会结束，回到圣塔芭芭拉后，车晓要继续完成他的论文。与此同时，他还挤出时间旁听表演专业的课程。老朱也和以前一样，照顾车晓，照料他的菜园。你要培育它，它自然是什么长得好，壮壮成长。你要松懈了，要么你干死，因为它。有时候几颗，但是过分了，反而把它给烙死。哎，还得恰到好处了。那你说他中学没考艺校，没干什么，没找演员，赖谁呀？赖爸妈？不是，跟那没关系。那你说到后来呢，他就完全赖我，就是我。非让他干这个，那你干嘛干呢？你说对不对？你说白宇，我让你干，那你干嘛？你白宇，你别你快给我来读博士去，你听不听？确实这个事吧，你这个事，之所以听，那么说这里边确实有问题，就是这，就是两种人性格上也好，就是有的吧，是一种把我就自己能驾驭性，有一种是只能是被驾驭，打我不行。很多东西都我都没有掌握自己的能力，我现在在慢慢开始来掌握自己的能力。如果我下辈子我能够从小就能够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从生下来我就没有就开始从事艺术上的创作追求吧。所以说时光又不能倒流，所以我也不可能从头来开始。所以说，我就觉得在我后半生时间里面，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我这一辈子能够做到的。一个创业的时代，一个渴望成功的中国男孩。我们讲叫先定手局再谋发展，创业的巨大风险也无法动摇他的信心。Great business。地球另一端却传来父母的担忧。做出老百姓的孩子，那能成功吗？面对无法预期的未来，其实很多人他们都中途而废。人生是一条长路，真正的一个事情的话，不顾一切的去追求这个事情。敬请收看《大洋彼岸之创业斯坦福》。我站在大洋的彼岸，像舟在心底阵阵呐喊，孤独在灵魂中空徘徊，只有网络与书本作伴。中国学生像车晓这样经历这么多艰苦的已经不多了，但是他的经历都有些是共同的。我觉得是很多的中国留学生都会面对的，那就是当你到一个异国他乡，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看到了新的世界，看到了新的环境和新的机遇，你需要往前去闯，去抓住这些新的机遇的时候，其实你回过头来实际上是需要反省，是需要重新思考你曾经走过的这一段路。他们面对一个新的世界，他们要追求一些新的东西，他们必须要经过一个历程，就是他要面对自己的过去，摆脱一些过去的羁绊，才能往前走。这个过程呢，有时候是不容易的，甚至是痛苦的。选择车晓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陪读实际上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生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因为
生活环境的改变，因为社会角色的突然的改变，所以两个人在心态上的这种调整，以及怎么样能够共同的来度过这种过渡期，实际上是非常的具有考验性的。那么很多的中国的留学生，有一些他们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能够很好的来调整自己，或者是没有做好很好的心理准备，就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从这两点来看，从一个人物的命运和陪读这个群体来看的话，我们决定来拍车晓和老朱的故事。它是这样一个纪实性非常强的故事，最大的挑战呢是在于它的不可预期性。比如说我们在拍车晓和老朱到洛杉矶去参加研讨会的旅途这场戏的时候，那么他们在这个旅途的过程中，其实两个人的关系随着这个旅途的发展都是在发生非常的微妙的这些变化。而这一场戏呢，就是这一个过程实际上是这个故事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么对于每一个非常重要细节的捕捉就是至关重要的。所幸呢，我们的这个美国的摄影师呢，他对两个人的人物的关系有了很好的理解，并且有非常强的这种判断力。虽然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讲，都听不懂，但是他深刻地理解了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和这种关系的变化，把整个的这场戏拍得非常非常的流畅。I don't think it's necessarily important to speak the language of characters you're following becaus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n capturing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y want are through their actions. And I think that was, you know, her actions were very clear and that made it very easy to tell that story.其实车晓这个人呢，他自己其实是很少能够向别人真正的去倾诉他内心的真正的想法和他的迷惘或者是彷徨。所以在和车晓在沟通的这个过程中，因为很多的东西会涉及到他内心非常深处的地方，在一开始车晓是非常的谨慎的，甚至他有的时候会问我，哎呀，有些话该说吗？或者是不该说吧？那在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过程中，我们慢慢的能够成为朋友，然后并且让他对我们的镜头能够完全的放松和信任，真正的说出他内心可能压抑许久的很多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